谁是你的滚烫之选？哪里可以坐？来，这有椅子。我喜欢这样的氛围感觉。我们坐在高高的古道上面，听哥哥讲那绝世的故事。哥哥从初次相遇到一次次组队，拆分同盟，在不断的选择中，一直做着自己的同行兄弟、同行兄弟。那么问题来了。 观众的 one pick 跟哥哥的 one pick， 你们的答案是否一致？哎呀，公子于心，明月大明星，心里有谱。九月奇迹是啊，我们有一个组合，耶，就是我俩组合起来就会发生奇迹。哇哇 ，bro， 这个一定要。0917，好刺眼的数字啊！这不错，这可以。 哦呦，父子组合，你这儿子也太多了，你这，我只是你其中一个，你还有泰国的儿子，你还，你这，你在所有组合里面都是甜的角色，冰糖葫芦啊，是我们四个，我们四个，我们四个人，胡萝卜，一家五口，葫芦娃，炼狱火焰兵，电影冰冰来了，请在现场的哥哥中选出一位。 你心中的 one pick，你可以走出来，绕场选择一下。哇，I love you, bro！ 哇，已经创造奇迹了，刚刚才在一起。啊，sorry，sorry。来，还是。我想一下啊。啊，哦。来，戴宝。来。 哎呀！我又双向奔赴啊！今天两位哥哥背对背，要回答一些问题。请分享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。哎呦，大家都知道你是那个 beauty rapper， 然后你很爱面膜啊。我跟你道歉，就是每个早上你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偷偷敷脸，我偷偷面膜。<笑>我其实，在初舞台的时候。 提交了一首胡校长的歌，结果被 pass 了。我唱他的《我会好好过》，演了好多场商演，真假的？哎，我们说个别人的秘密，别人的秘密，八卦了，变成。我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了，自己挖，他喜欢漂亮的。是因为我 pick 你了吗？要问说你为什么选择我们组队？我们唱的也不好，跳的也不怎么样。 因为你们长得帅。来，我们下一。He used to ask me for to walk in the park, no, run in the park. I was pretty tired. I don't want to run, so I was like, I can it be another time, like in the evening or something. But I still don't want to go. But when we did run, this kind of remind me of like how to live a life. Like, oh. And he taught me a lot. Like, okay, look at them, people alive. You're just living a life. I think one word in Chinese that I always remember is like, life is a marathon. Life is a marathon.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。 请描述哪一刻他有让你动容或者印象深刻的瞬间？我唱你留下的爱的时候，斌哥说，我是几个人里头唱的最好的。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吧？我最感动的就是他在那个。 逆战上面喊的那句话哦，他说我要陈楚生，我要给你拿下这一层。对，大家喊的大声。哥，你听错了，我那会喊的时候，陈楚生，我要给你拿下最后一名。<笑>我做到了。<笑>哦，是这么说的呀？对。对，但那个瞬间，我真的就觉得哇哦，我觉得他真的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。 听到他喊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眼泪啪就出来了。那个就是，我觉得这就是兄弟吧。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，但我觉得他喊那一下，他想给所有人把那个士气给提起来。其实他也是喊给台上的几位兄弟听。对，我一来披荆斩棘的时候呢，儿子们心气儿都大了。嗯，爸爸，你什么时候能有 MVP？ 太难了。非常非常难，我都提名好几次，哥一次没捞着。<笑>然后跟
Jeff， 我们每次走过那个荣誉墙的时候，我老是跟他讲，哇，我这个荣誉墙，然后他突然就搂着我，哎，就跟我说，他说 ，You remember that？ Yeah， I remember。他说，蔡老师，你要拿 MVP。对。哦。他说你一定会拿的。再来一次披荆斩棘，希望他可以改进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如果他下一次来披荆斩棘，我不觉得你下一次会来，你会来，你会来吗？九哲哥给我的建议，下次别来了。他也应该不太会再来了，我觉得。讲不好，我跟你说，如果再来一次披荆斩棘，我希望 Kenny， 你能不能不要唱歌？我讨厌你就从头跳到尾。不一个，我还要开演唱会，你这样说到我就票房卖不出去了。哥，人家说的是改进，不是让他放弃，你知道。再来一次披荆斩棘，我希望校长可以身体有微微的律动，开始有一些舞蹈的呈现。不要再这么优秀了，你让其他的哥哥们怎么办？这有点水的。睡觉的时候不要穿牛仔裤睡觉，会影响血液循环。改进什么？别那么冲动什么的，是吧？但我觉得说实在哦，他的冲动是他的一种率真，就是他就是这个性格。我认识他到现在就是这个性格。你看似他平时跟朋友在一起很活跃，他其实内心是一个不争不抢的。他所有的争和抢是为兄弟。我觉得他应该要去多表达，多争取。我希望他能够去有好好的唱首歌。如果他下次来，我希望他改进的一点就是，下次别当队长了。我真的有下次，我肯定不当队长。我跟你说，不用你说，下次让我来当队长。可以。哎呦，因为当大哥的小弟真的很幸福。哦，哇！请二位面对面，跟对方说一句话。我有，我先说吗？就像刚才那样子，如果有什么时候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你想拉住谁的手，那一定是我的手。哇！转身面对面，家庭一定是第一位。但是在家庭之外也要多营业。你给我写首歌，以后什么歌我是你演唱会我就先跟着你走一圈去。我要努力的学习中文。哦，你一定会做到的。谢谢。好， I'm always here for you, bro. Yeah. 很高兴我们能够成为家人，因为到了这个年纪，家人这两个字不是说像小孩过家家能够那么轻易说出来的。第二轮对战是唱给对手的歌，黑福放超合金，无论输赢一起拼。今天来到了总决赛，我们把笑风声拆成了三句狠话，送给你们。祝你们今晚笑得很大声，无忌岁月，祝哥哥们永远是风中的少年。我们要祝你们以后生活幸福，希望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依然继续谈笑风生。 Be good